面都是我哥的《鹿卓在摩阳宫》真事儿，我当时是真实存在、真实发生、真实记录的故事，我看着他摩阳宫的。小童猪肉铺今天开张了啊！开张了，开张了，都挂个彩，哎，挂个彩。大家多多光临咱小童这个猪肉铺啊！倔强的心是一身。李根源，今天我大哥来了，你还敢欺负人吗？这是我大哥，你还敢欺负人吗？招打！你看这个大哥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擦桌子，全是油，融入的非常好。今天赵小童的真的不用擦，我冲一下就好。汤泡蛋炒饭啊！我跟你讲，还不是有摄像头，弄死你！我跟你说，主持人，你网友老说你哪天不知道会挨打了，我就告诉给你们个答案吧，就是今天。哎呦呦呦呦！你好，演的好，真给我吓一跳！你狗回来了，开心吗？这话我今天从今天早上听，我感觉骂我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狗回来了，真的是开心，贼开心，这狗可爱了。挨个看，也不要兵。哈哈，这猪蹄是吧？你上回辣吗？辣。你上回辣吗？没上回辣，但还很辣。好的，这么好，越辣越想吃啊！真的，跟在上海吃感觉一样吗？不一样吧？那会儿更热啊，那会儿更热了。嗯，在家里面吃，可是比那会儿更辣。比那会儿更辣。在上海的时候，一开始，哎呀，昨天好辣，昨天我真的辣，最后就摆了筷子。所以我觉得朱棣真的说是认真的啊，不要这么冷。你这么听话，好好说个完。倔强的心思已生长。拜拜。晚安，朋友们，明天见。我嗓子真不行了，今天就说不出来话了。明天见，失声了。倔强的心思已生。今天陆虎哥来的时候，我更想大声。